大家好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可爱的小熊，看到吗？有三朵花，数数看，一、二、三，你可能看不到第三朵花，转一面就好了。这是白色，是第三朵，红色那一朵其实是。是我们做的，然后呢，这个骑士呢，有，我看一下哈，这个有九个颜色，好吗？然后如果要加这个，就大概有11个颜色，好吗？然后就都对呀、啊。然后你看，我要暂停了。我没有，就是我这个花了大概快要一个小时，讲五分钟，所以大概55分钟做完的这个作品。然后呢，我有录这一个，记得吗？这个大概是。一个小时的作品，好吗？但是你觉得哪一个要比较久？当然，这个比较快，这个比较久。因为其实我是做这个是小朋友的，然后这个呢是大朋友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些 detail 的蛮简单。你看这个 detail， 我都知道怎么做了。你看。看，有类似一种这种不知道什么很奇怪的东西啊，你吃的你看。然后对呀、啊，然后谢谢大家，可以看清楚吧？谢谢大家。